今天都要调动啊，冰几片的哦，回家要钓这款空，要钓空来，从空接要吃。哎呦，哦，靠呀，我讲了球啊！哦，你看我逆流，不能逆流啦，我上面上不去啊！靠呀，上面都树枝，我绕不过去啊！哇塞，哇哇哇哇哇，卡住树枝了，拉出来！哇哩嘞嘞，这只到底是啥小？你往下吧，哇打，哇，哇塞啊，这个球啊是哦，哇哩嘞嘞，游袂出来，那会游袂出来，卡球啊来看。哦，好大只哦！钓空有无？哎哎，空啦！哦，这只大概有27、28了哦。哦，还好从那个洞里面拉出来，再来钓一次洞。哎，空内底一直有鱼啦。今仔拢食安尼，外口无啥要食。哦，对，是嘛？哦，哦，靠呀！哦，你也袂细只。哇哇哇！不要钻进去。哦，真是不小。哇靠呀！27、28了，但是上面都是树，把它引到下面去。哇，卡住了！啊，落死啊！哇，又卡住了！调动就是麻烦了。哇塞，卡到树啊，落死！哎，开了开了，哇，老天保佑，哇，真是好大啊！哇，刚才卡到树，想说完蛋了，你看一只树，有大尾无？哦，钓空的，用拖的，连线钩两尾拖扁扁，来来来，哦。这溪这么小条，躲这种大只的，这只大概27、28了。哦，来来来，哦，
靠腰嘞！哦，一坑内底拢怪物。来来来，哇！下午终于咬了。哦，年尾。哦，好肥哦！哎呀，这次有齿花了吧？这次有齿哦。啊，没有，大概2829，差一点点啊。这个洞实在太让人意外了哈，一扛啊劲啊，要克服。上面的树，按下面的树，丢、哦，靠腰，过来过来，我靠腰，哇塞，哦，啊你啊，我去扛什么扛啊？我下去下去下去，这只没有刚刚的那个大，哇，够卡掉哎，我出来出来出来，把它引下去。你下去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哦哦哦，这是大概20几而已，没有刚那个大，刚那个根本就拉不动，比较近屌哎，哇靠，不要下去，我的嘞，不要下去不要下去，哦，你啊喂，我不冲出去，我靠腰，啊完了完了，哦呦呦呦。飞回来，娘喂，一只鲤鲨，鲤鲨鲤鲨，哦，哎哎哎，哦哦哦，不要冲动，哦，我靠，哎，不要冲动。哦，来这东西看呢，再塞，未免也太爽了。